这条大尾巴鱼身手真漂亮，也算是开了眼了。欢迎来到万花谷做客。没规没矩，脾气还暴了些。 兄长，别弄坏它的尾巴！精彩，精彩！先机驾到，还不赶快迎驾！ 好一场斗交，本宫没有白来。老夫原打算待仙姬入谷之后再着弟子训教，不成想张仙使提前进谷安排了人手，还好没出什么大差错。小仙罪该万死，请仙姬恕罪。 本宫已经看到了想看的，想必接下来万花谷也不会让本宫失望了。请仙姬移步立风堂，浩清，你引路。是。本宫数日前曾出游东海，此鲛人竟以下犯上，伤我仙师府弟子。 天地众生皆应臣服于本宫，这鲛人也不能例外。能得仙姬青睐，是你们万花谷的造化，此事绝不能有所闪失啊。老夫明白，只是老夫最近旧疾复发，体况不佳，思量再三，觉得还是要将此事交由谷中的精英弟子，方才放心。启禀贤姬，今日是少谷主一剑降服了鲛人，那这殉教资格就应该，就理应非他莫属吧？浩卿愿为仙姬驯服鲛人，不知仙姬对驯鲛一事有何要求？仙姬其愿有三：一愿鲛人开口臣服仙姬；二愿鲛人断尾，永不归海。 三愿鲛人献珠，永无叛逆。贤姬这是何意啊？我怎么听着像是不但要驯化鲛人，还要收鲛人做他的仙士？贤姬，若要鲛人说话尚且可以，但听闻这鲛尾鲛珠对鲛人而言是堪比性命之物，后面两条恐怕不行。 这么说，你是觉得本宫强人所难，蛮不讲理喽？小仙失言，小仙失言，还请仙姬恕罪。仙姬，穆泽长老失言，但绝无不敬之意，还望仙姬息怒。什么？何必如此紧张？只不过本宫一向觉得，做任何事情都需干脆彻底。对本宫无用的便是废物，废物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？你说对吗，苍兰谷主？哎，等一下，云禾，这儿都没我们什么事儿，你还来干嘛呀？我们回去呗。林苍兰是只老狐狸。 对付老狐狸就得找豺狼虎豹，那可是顺德仙姬啊！与虎谋皮，万一我们搞砸怎么办？机会好不容易到了，我不想也不能错过。仙姬放心，浩卿既然领了命，便会竭尽全力给仙姬一个满意的结果。不过仙姬也知道，这鲛人确为罕见凶物，我若顺利完成任务，不知是否能向仙姬讨一桩赏赐。 为仙师府效力是我们的本分，怎么可以讨赏赐呢？无妨，本宫从不吝啬。谁能完成本宫心愿，本宫也会回他一个心愿。任何事，本宫皆可应允。谢过仙姬。万花谷护法纪云禾也愿参与训教，还望仙姬成全。